是人骨嚟嘅。這個呢是有一包是粗的，一包是幼的，兩包我都試過，超好味。除了吃荞麦面，我們還製作了這個 JTA 買的雪匹批，不是我的手機震動， Mini 的手震動。我覺得你爹哋不喜歡吃日本東西，他喜歡吃魚生那些。哦，是啊，他家裡煎烤爐。好，我們現在就吃這個粗麵先。爛吧，都辣辣地的，丟下去。你可以就這樣慢慢點，如果不是你就攪勻它，但我覺得攪勻它的味道不夠勁，所以你都是每一口少少少少。接著怎麼吃？接著點豉油，然後吃，吃辣我試過一次，然後你攪得住，攪到它麵度，然後就攪。我唔黑啦，個甜麥嘅香味係好濃嘅。呢度買嗰啲咧，就算即係個味道同埋個滑嘅程度唔夠佢，個 feel 到係正。呢只荞麦嘅幼面啊，上次咧，哇，搣到好似素面咁開心啊！這個是幼幼的，這個粗粗的，你看到那個分別了，真的幼小很多的。然後呢，喝這個什麼？喝假紅酒是不是？假紅酒，這個是假紅酒，老虎仔沒有犯罪。我這個有點像李芬蘭，是，但喝下不像李芬蘭，有多好喝，有多好喝啊，有個幼麵，唔食架㗎，唔好食啊！係啊，滑好多㗎，再滑啲啊！即係本身佢呢個粗麵已經係滑過街坊間嗰啲，係佢呢個再勁啲，再勁啲。我 feel 到 gap 落嚟，啲唔同。所以一定要吃粗麵先，夠唔夠？如果唔係咧，你會覺得粗麵太大。味就呢個濃一啲嘅，好正。我喺 J 攤買嗰啲條，都唔夠依間。爭好遠啊！屌，依間係勁到幾百，300。1465年啊，系啊，慶人之亂兩年前啦，500多年啊，大佬，就嚟600年啦，600年做同一樣嘢，你當500年啦嚇，500年做同一樣嘢，係啊，咁快嘅，舊年好味咁多㗎，咪依家，以前啲食物冇咁味。According to 真田院嗰出大學劇咧，當年嗰啲人其實係唔未係食荞麦面嘅，所以應該荞麦面嘅話係300年左右歷史嘅咋。有呢啲神品。嗰陣時用荞麦差咗，然之後就做餅咯。係啊，所有面食嘅歷史都係咁啊。佢一開始嘅時候會做餅啊、做包啊嗰啲先，然之後先至再做面咯。做面的 technology 要高一点嘛， 你饼的话你或者一居买一嚿而已，然后拿放在火炉焗就已经够搞定了。好好吃，但面你的粗幼程度啊，你怎样猜啊，各方面你都是有少少讲究的嘛。好，这个呢老虎仔可能要多少少嘅滑沙面，佢食得好緊，對啊！我一日3餐食呢啲我都唔錯，都好正。爭咁啲嘅，係會嘅，係會嘅，係會嘅。尤其是多人多咯，你喺日本就唔同啦，日本唔同啦。就好似咧，我
我哋已經荼毒咗佢飲咖啡。哇！真係我真係唔得咯，真係出邊啲咖啡真係冇嗰陣味。你睇你睇，已經失去咗嗰種咖啡。我覺得出邊飲齋啡我都覺得冇味。水啊！水係水，真係水。我呢個荼毒係好，我贊成，可以再荼毒多啲。知道唔係知唔知道真田行村喺邊啊？知係啦，真田五嗰個啦。係。咁佢曾經俾德川家康放逐咗去高野山啊，佢係我老豆。咁跟住咧，日日咧就係食條麥。嗰陣時係條麥餅、條麥包，咁啊日日就係，即係你可以話誒，即係俾人放逐之後咧，嗰啲粗茶淡飯咧，喺日本嗰啲在野啊或者浪人網上，咁啊俾人幽禁或者咁啊，以前嘅粗茶淡飯，而家變咗而家嘅享受品，都未必完全係超級享受嘅，始終都可能日本人嚟講都算係平民百姓家嘅食物嚟。始終，譬如你睇日劇，你都知道噶，邊啲叫正嘢，咪就和牛咯。啲醫生成班唯唯唯唔係醫病人，就走去搞政治，搞點樣升職。咁嗰啲友仔就係食和牛啊嘛，鐵板燒啊嘛，佢唔會走去食條麥面啊嘛。反而喺下邊基層做到死一死下嗰啲咧。就走去街邊嗰度咧食嗰啲燒肉咯，即係居酒屋咯。我覺得呢啲，OK， 我知。我呢啲算係日本最正嘅嘢，唔一定係好餐得到好豪華。呢啲清淡啲即係日本嗰啲爽爽嘅地方。